我是一只刺猬，我叫大卫，我天生就有刺，刺是我的骄傲。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是一部只能由刺猬来主演的动画电影，我们花了3到4年的时间去打磨剧本，就是为了能够找到角色的外形和故事的内核完美的结合。我是大卫，我相信这部电影一定是一个好莱坞级别的中国动画电影。跟我一起离开这里，讲述了一个全世界通行的爱和勇气的故事。这是我第一次做监制，这部动画片讲的是小动物的正义感。它是一只刺猬，它是一个动画片领域的崭新的角色。在影片中，我们使用了大量的毛发技术。阿梅，我们力求达到你愿意跟我远走高飞吗？院线电影的品质。影片兼具冒险、友情、成长。黄建明导演呢，他借鉴了皮克斯动画的模式。我们为这个影片奋战了5、6年的时间，所有的角色设计都是原创，我们的制作团队是最棒的。刺猬小子，刺猬小子，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。2016年暑期，2016暑期，一部让你心动的动画电影。扎扎来袭，扎扎来袭，包围这里。团结一心。